啊，我都跟你讲，我跟你讲。在战场本身是非常惨烈的，现在如果说生物武器、化学武器，全世界不是在讨论，对，普遍都是升高说你们这北约用一个75万桶存的，有这样升高，那就把那个核武器储备在那里，它就成了。可是在那种情况之下，最终谁会这么轻易产生失控？我再跟你讲，有2000次。Do you think it's a record rainfall?